曾经脸书粉丝专页发现有人冒用青光眼权威吕大文的名义，在网络上贩售假眼药水，宣称点了之后能解决十多种眼部疾病，甚至夸张到号称一个月视力恢复 5.0。 病人给我看的，他就说吕医师，我们网上给你买的、啊、没有效要退钱了、啊、我说这个不是我做的，他可能有你的名字啊，在脸书啊或者是在一些动态网站上贩卖的一个假的药水，我们称它伪药。那这个药水实际上在中国大陆江西制造，可是他的利用脸书是用冒用我的名字，然后跟这个病人之间产生对话。医师表示，整间一个月内便涌入40到50通电话，向他抱怨眼药水无效，让他一开始一头雾水。但看看这款眼药水包装上的主要成分，包括雪茶、枸杞子、鱼腥草等中药材，号称可治疗青光眼、白内障、黄斑部病变，让吕医师看了直摇头。我们在中医可能吃了一些护眼的一些成分，但我觉得，可是吃跟点是两回事哦。所以其实我讲，它表面上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制药厂，但实际上谁是生产者，其实还不是很清楚。你只要去讲说它没效的，很快你就会被下架。我们就有报警了，这个事情是有跟这个警察备案的。不止留言被删除，诈骗集团还不断利用更新影片的方式躲避检举，就连知名的电商平台也有人贩售。医师强调，台湾药品不能在网络贩售，提醒民众如果要治疗眼睛，还是要找医师看诊才能对症下药。华视新闻采邀记者张君慧台北报道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